那我们在106年开始啊，就率全国之先哈，由公务兽医师啊，对我们收容府的一个犬猫做一个检疫。那我们同时因为我们的一个行动，赢得了更多的动保团体啊来加入我们检疫的行列。我们同时启动啊下乡的一个检疫，还有执行 TNR 的一个工作。那从102年到现在哈，我们检疫已经达到9000多只。那从数字的一个统计来讲，在102年之前，我们收容所每年都要收容大概啊3000-4000只的一个小狗。那到今年来讲的话，10月我们只收容到800多只。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哈，就节育，还有加强宣导教育以及扩大送养，那我们有信心哈达成这样的一个临安乐的一个愿景目标。